天南地北谈华语。这个星期我们谈了几个含“完”的字，今天来回顾一下吧。好玩是完全的“完”。在含有“完”字的汉字中，“完”几乎是声旁。先回顾带火字旁的“完”。完是一种有机化合物，烷烃是碳氢化合物。 整体构造大多只由碳和氢两种原子构成，也就是由 carbon 和 hydrogen 组成，只是不同的烷这两种原子的量不同。比如甲烷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，而甲烷是天然气或煤气的最主要成分。甲烷的产生除了来自大自然，人类的活动是最大的来源。 比如畜牧业和在开垦土地时燃烧土地上的草木，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大得多，它加速了气候暖化进程，所以我们要尽力减少甲烷的排放。下来是带月字旁的碗，读第三声碗。 碗在中医指胃腔，也就是胃的内腔。接着是带草字头的“莞”，比如莞尔，形容微笑的样子。自信的人在听到别人诋毁自己的时候，总能不屑一顾，莞尔一笑后，继续踩着自信的步伐往前走，丝毫不受影响。这个字也读作莞，位于中国广东省的东莞市。 简称莞，之所以叫做东莞，是因为地处广州之东，盛产观草而得名。观草的“观也是草字头加完。是水葱一类的植物，可以编织成席子。所以草字头加完有三个读音：莞、管、关。现在轮到可爱的浣熊登场了。 浣熊的浣左边是三点水，右边玩，浣就是洗。浣熊在进食前有把食物放入水中洗涤的习惯，所以叫浣熊。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在洗涤食物，它是因为视觉不发达，要用触觉来辨别物体。但是它的前爪上有一层角质层，需要浸在水里使它软化，来提高灵敏度。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把食物或者其他物品清洗干净。同样读作换“换”的还有带鱼字旁的“换”，“换鱼”，“换鱼”就是草鱼，一种淡水鱼。最后是带左耳旁，也就是“复”的“院”。院的本意是庭院、院子，也就是房屋及其,其周围用墙或栅栏等围起来的空间或土地。 之后，院又引申为某些机关或公共场所的名称，比如医院、学院、电影院。天南地北谈华语。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，李林和谢佳丽播讲。节目重温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 dot com slash a i f m dot malaysia 或浏览 YouTube 频道，搜索“天南地北谈华语”。你也可以通过 RTM p l 应用程序，点击右下方 Podcast 按键，重听“天南地北谈华语”。